经云：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菩萨恐遭恶果，欲先断除恶因，由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众生常作恶因，欲免恶果，譬如当日蔽影，徒劳奔驰，每见无知于人，稍作微善，即忘大夫。一遇逆境，便为作善或殃，无有因果，从兹退悔初心，反谤佛法，岂知报通三世，转变由心之傲止乎？报通三世者，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或福或殃，谓之现报。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或福或殃，谓之生报。今生作善作恶，第三生，或第四生，或十百千万生，或至无量无边劫后，方受福受殃者，谓之后报。后报则迟早不定，凡所作业，绝无不报者。转变由心者，譬如有人所作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。其人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自行化他，求生西方。由是之故，现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，于彼一切不如意事。先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，即便消灭，尚复能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金刚经所谓，若有人受持此经，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。已经是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即转变由心之意也。印光大师法语开始，文超与魏锦州居士书。